同学，请看下面第四首偈啊，随众生心要，示现种种相，未转妙法轮，习应其根欲。我们看这一首啊，这个底下几首啊，意思很深，说明诸佛如来、菩萨声闻是怎样度化众生的啊。我们发心自行化他呢，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守啊。所以佛菩萨都懂得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造恶，随不随喜呢？还是随喜啊。你要不随喜，他就排斥你啊，他不能容纳你啊。他邪知邪见，造作一切邪恶的行为，佛菩萨还是随喜。这个是真正是高度智慧、高度的艺术啊！随喜在这个里头等待机缘啊，就等待机会，有机会暗示他啊，提醒他不能接受啊，你不能提，暗示冥冥当中啊，以威神加持啊，在这个形象上的暗示，让他自己慢慢觉悟，慢慢回头。从这个地方呢，显示出佛菩萨真正的慈悲呀！啊，你看这一首里面所讲的，随众生心要，啊，这个要啊，念去身，啊，爱好啊，随顺众生心里的爱好，示现种种相啊，这个示的相不是一个相啊。从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明了，全世界宗教很多啊，这些宗教，那要从华严经上来讲呢，那就是随众生心要，示现种种相。你喜欢佛教，给你现佛像，现菩萨像。你喜欢基督教，给你现耶稣像，给你现先知像。你喜欢伊斯兰教，给你现真主像，给你现阿訇像。所以我常常讲，我跟宗教们这个不同宗教接触啊，我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这个大家承认了，这个真神呢，有了不起的智慧，有很大的神通，千变万化，这个大家听了都欢喜，真神当然是这样的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真神在佛教里面就现释迦牟尼佛，现这个像，在基督教里面就现耶稣基督，在伊斯兰里面他就现穆罕默德，通通是这个真神现的，因为众生喜爱不同啊，你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永远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所以世间所有宗教徒是一家人呐。我们从这个理念这个理论依据来推动多元文化的学习。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有啊。我们肯定这是真理，肯定这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对于任何宗教从内心升起真诚的尊敬。我们见到佛像恭敬顶礼膜拜，我们在基督教堂里面见到十字架，见到耶稣的像，也跟拜佛一样恭敬顶礼膜拜啊。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我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佛实现的。那就基督教那一方面呢，释迦牟尼佛是耶稣基督实现的。佛法里面讲宾主啊，以佛教为主，所有宗教都是宾，都是佛实现的；以基督教为主，所有宗教为宾，都是耶稣基督变现的。这才是真正平等呐！主不是一个主啊，独一的主不是这个。个个都是主，个个都是宾。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平等法。未转妙法轮，所有一切宗教典籍都是妙法轮，妙巧妙啊，随着人心爱好我们讲随着世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礼俗，不同的生活习惯，那叫妙啊！一个单一就不妙了多元是妙啊，一元就不妙了。这是我们
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啊，我们有这个理念，有这个认知，啊，展开任何宗教的典籍，我们的态度真诚恭敬，啊，我们展开新旧约，展开古兰经，确确实实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对那一些喜爱众生所说之法了，那是妙法了，这是事实真相。从前世上有，但是大家很少讲，啊，那是什么原因呢？由于封建的时代，交通资讯不发达，啊，许许多多的居民住在这一个地方，老死不相往来啊！啊，自然的条件造成了障碍啊，这个一生他活动的范围很小，很窄小。于是乎形成他自己的文化，啊，小圈子的文化，生活习惯，啊，他跟另外一个地区就不一样了。所以诸佛菩萨随类化身啊，啊，这里面的众生有善根成熟的，有能够接受圣贤教诲的，啊，诸佛如来在他们这个里面示现他们这一族里面的圣人，啊，在这一个族群里面降生，啊，也示现实在讲八相成道。没有佛法讲的这么明显呢，你仔细观察，啊，耶稣这一生，穆罕默德这一生，啊，再往前面看摩西的一生，啊，其他宗教创始人，仔细观察，哎，都是这样实现吗？啊，那个过去是在天宫什么呢？我们不说。啊，至少在这一生当中，你所看到他的，啊，他的聪明智慧确实超过一般人。他在社会种种行业里头，他选择去修道。道业成就之后，啊，那个道业成就不就是降魔成正觉吗？啊，弘道，教化众生，啊，那不就是转无上法轮吗？啊，
也是随众生心要啊，示现种种相啊，啊，未转妙法轮啊，啊，所以细心观察了，你就恍然大悟啊，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能现的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讲，能现的是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德能相好啊！啊，就是《华严经·出现品》里面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能现的。是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自性，真如本性啊！啊，那么在西方世界宗教里面所称的唯一的真神，啊，在我们佛门的不叫唯一的真神，叫真如自性。啊，这个就是唯一真身了。为什么呢？他能现能变。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所现所变。这个里头理太深了啊，事太繁杂了，你要想搞清楚搞明了啊，佛家这些大藏我们常讲啊，一大藏教啊，啊，这一大藏的教科书啊，是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啊，不是详细的。详细说明在哪里呢？这《华严经》缘起里面讲的，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的龙宫里面见到的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是详细说明啊，这分量有多大呢？龙树菩萨告诉我。自述啊，这一套经的自述有多少呢？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啊，古印度讲这个文字啊，有多少？他们跟中国人呢，这个方法不一样，中国是算自述啊，一个字一个字。这本书有多少字啊？印度人不是讲一个字，才讲一句一句的，四句，不管句子长短，四句叫做一首记啊，叫一记啊，这个要知道，就是四句就叫一记啊，无论长短。那个长行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四句是一首偈啊，那多少偈呢？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偈，不得了啊！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啊？啊，一思天下微尘品啊，这多少品呢？
一视天下微尘片，那是全部的华严。我们这地球装不下了，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也装不下了。那释迦牟尼佛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他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怎么能装得下呢？那是诸佛如来详细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一大藏教啊，现在诸位所看到佛家的大藏经啊，略说啊，你要是真的想研究啊，想明了，你看看啊，真正觉者觉悟的人啊，他们所说的。这么说起来呀，难啊，我的寿命有限呐，纵然长寿，活到个100岁，毕竟这个世间活100岁的人太少了。那么以我来讲吧，我26岁遇到佛法啊，开始读经啊，研究经教，如果我活到100岁，我这一生用在经教的时间，也不过是70年了。70几年的时间太短暂了，一天就是干8个小时吧，干10个小时吧。这一大藏教都学不了，何况还有世间其他宗教的典籍啊，还有世间许许多多圣贤的学说啊。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说啊，他说要讲经说法不容易啊，我说怎么呢？要通达32分教，还要通达世间所有的学术啊，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通达，才能像佛一样啊，转无上法轮，转妙法轮呐、啊！你要不通，你转什么啊？他说佛法里面就这一部大藏经，你这一生能搞得了吗？世法里头别的不谈吧，中国乾隆年间编的一套四库全书行吗？20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啊，翻印的《四库全书》，我买了一套啊。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假使一个人从一出生就会看书。看四库全书，他就会看。一天
看十个小时，不间断，活一百岁，这部书还没看完，看一遍了都没看完。不容易啊！那么这样一说来了，好像我们就没指望了。真的，真的就泄了气了，没指望了。李老师传给我一个方法，他说怎么样？通，用什么方法通？感通。这个感通在佛法里面讲呢，求佛菩萨加持啊，求佛菩萨帮助啊。求感应，这里头有没有道理呢？有，因为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就是理论依据，感应的理论依据。佛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德能，一切众生都有，我也有啊。我今天的智慧德能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业障障碍住了啊！现在我们的业障又没有办法消，我要想这个智慧呀、能够现前，那有什么方法呢？求诸佛菩萨帮助我。用什么去感呢？诚，真诚的，真诚到极处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真诚到极处，没有一点点自私自利，加一点点自私自利，真诚就没有了，不真不诚，那一点感应都没有。不能有丝毫的名闻利养，不能有丝毫贪图五欲六尘享受，不可以有丝毫贪嗔痴慢，这才叫真诚啊。真诚就跟一切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早年印光大师在世，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佛的经教浩如烟海，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叫我们初学的人呢悟入？印光大师回答他，有，说了两个字，沉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人要没有诚意，那怎么能成功？李老师传给我这四个字至诚感动我得受用了我也常常用这四个字劝导别人我从这一句里头得利益就亲近善知识得什么
我亲近这最早的时候，亲近方东美先生。我在方东美先生那里得到的，认识佛教啊，方老师教我的啊，他教导我的，佛教是世间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从他老人家那里认识，佛教不是迷信，佛教是大智慧、大学问。那这肯定啊！我亲近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才能够快速的入佛门呢？啊，其如佛境界。他老人家教我四个字：看破放下。啊，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我在他那里得到的至诚感通。李老师要我以印光法师为师，做印光法师的师叔弟子啊，叫我读文朝。我依教奉行啊。我在印族那里得到的是什么呢？顿顿精奋，贤贤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印祖一生奉行这十六个字啊，也是以这十六个字教化一切众生。这十六个字是他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抓住。啊，西方的宗教。啊，真实的总纲领就是个爱字啊，神爱。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你看佛法所说的啊，佛法讲的是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为本就是神爱世人啊。那个方便为门呢，就是这个爱心要落实，以种种权巧方便，尊重、爱护、帮助，为一切众生服务。那就是方便为门啊。啊，诸位仔细去思维，去观察，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确确实实，尽管他讲法不一样啊，他教人修学的方法不一样，
的原理原则相同的。所以我们提倡用一个爱字，神圣的教育，宗教的教育，爱的教育。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爱一切人，爱一切众生，那么教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的。过去是因为过去的环境自自然然形成了，今天资讯发达，交通便捷了，所以今天跟过去生活环境不一样了，现在所有族群、所有不同宗教要统一了，要合作了，这就是现代出现了多元文化这么一个名词，神圣的教学，宗教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早年我曾经说过，佛教是佛陀对于九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现在呢，我讲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如果把从前所说的合起来，佛教是多元文化、至善圆满的社会教育。佛教如是，其他教也如是天主教是至善圆满的社会教育基督教也是至善圆满的社会教育，平等的，无二无别，这是未转妙法轮呢，习应其根欲根是根性，欲是爱好跟前面那个要的意思完全相同就是普贤菩萨讲的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是在十大愿里头，就是十大纲领的自行化他的十大纲领里面的一条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如果真的是参透了明了了，今天地球这个社会动乱不安由于资讯快速的发展交通呢也在快速的便利了，人与人之间接触频繁，过去所没有的
啊，突然突如其来的对这个状况啊，使许许多多人措手不及，不知道怎样来应付啊，于是这个里面产生疑惑。啊，从疑惑变成了冲突。啊，从冲突再一发展，就是斗争、战争啊，苦不堪言啊。根本的原因，一向千百年来都以为我这个宗教是正教，别的教邪教啊。我们奉祀的真神，别人奉祀的都是魔鬼啊。这一个错误的认知没有办法化解，造成冲突的原因。那么今天要把这个问题化解，希望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肯定我们是一个族类，我们是一家人，地球人啊。不要再问我是哪一国，你是哪个族群，我们是地球人啊。至少我们这个思想见解要提升到这个境界，居住在地球上的是一家人啊。有人讲现在地球是村啊，地球村啊，那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啊我们这个村庄上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啊，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协助啊。共同创造啊美好的生活环境，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怎样化解呢？多元文化的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是一桩大事业，教学啊，教学为先啊，怎样去教化众生古时候，汉武帝啊，是最初制定教育政策啊。他制定这个政策之后，以儒啊，就是以孔孟的学说，作为中国教化全民的中心理念啊。不久明帝的时候啊，后汉明帝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了啊。
于是中国这个社会的教化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三个学派啊。这三个学派共同点多，不同的地方少啊。2000多年来，固然有不少啊改朝换代，我们在史书记载里面看到啊，每一个朝代有新有革，但是唯独啊教育政策嘿不变。我杜立斯对这一点感觉得很讶异，连元朝蒙古入主中国也没改变，满清入主中国更是极力提倡发扬光大。所以中国这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始终维系大一统，有它的道理在啊。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教学为先。中国这个历代并不重视武力啊，不重视军队，不重视警察了，重视教学啊，教学为先啊。连这个帝王大臣在宫廷里面都请这些儒家、佛家、道家的这些长老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帝王大臣一起来学习啊。到清朝末年，民国兴起的时候，把儒释道三家俘获了。这个社会根基发生动摇了，这是真正的危机啊！这个危机，我们有人讲啊，信仰危机，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啊，丧失了信心。这个信心丧失掉之后，人怎么样呢？无所适从。没有依靠了。这是中国这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现在发生了。怎么样挽救的？没有别的办法，还是要恢复孔孟与大臣的教学这个话不是我说的，70年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的他说的范围大，不是指中国，指全世界。他讲能够帮助21世纪解决21世纪的这个复杂的问题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个人有见地我们一般人讲有学问呐。他的这个看法正确大的环境虽然大家把圣贤教诲认为这是旧的东西，不适合现代把它抛弃了我们算是有幸。我没抛弃我得到受用
我生活得很快乐。这个快乐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孔孟学说大乘经教里面带来的。真正做到了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身心安稳呢，自在快乐。对于宇宙人生，佛经里面所说的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无争？无求，因为你要争，你要求，并不是你有争，就争就都能够得到，你求就能得到，不是啊。如果争争不到，求求不到，那你何必争，何必求呢？这一桩事情，诸位要想搞清楚、搞明白，你去念《了凡四训》，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叫你在这一生当中啊，把那个争求的念头打掉，肯定因果的道理啊，因果的事实啊。越赢越捉，莫非前定啊。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争，你得到的都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争不到啊。所以争的人很多，为什么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命里头没有啊，你怎么能得到？佛法里面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话是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怎么有求必应？老师说得很好，求有求的道理，有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求能得到啊。你的求违背了理论，错用了方法，得不到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哦，你求好像是得到了，那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有的，因为你错用了心，错用了方法，你所得到的、求得的已经打了折扣了。很多人不知道啊。譬如说，你命里头有亿万财富，因为你用的心不善，用的手段不善，你得到财富了。你得到多少呢？大概只得到5000万呢。你命里的一个亿，你只得到5000万，打了对折了。你认为你很高兴很欢喜的，其实你亏吃大了。你要用善心，如理如法的求，你所得到比你现在的要加好几倍。你不懂。说佛法里说的那我命里头没有财，但是我如理如法的去修我这一生物质生活能过得去
啊，能够穿得暖，吃得饱，啊，能够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啊，这个是如理如法求得的。老师的恩德了，老师教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亦复如是。啊，你一定要懂道理，一定要明因果，啊，如理如法，有求必应。啊，求转凡成圣。都能做到，何况这个世间啊，这些名闻利养，那简直叫鸡毛蒜皮嘛，那轻而易举的嘛，啊，这个道理诸位务必要清楚。那么换一句话说，务必要认真学习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的修学方法在感应篇。啊，感应篇是讲方法，了凡四训是给你讲道理。啊，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呢？啊，正确的方法了，所得到的果报啊，不可思议，出乎你自己想象之外。好，现在时间到了。